日落尤其温柔，人间皆是浪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落日温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陪老公还债七年，他中彩票后却要和我离婚，但他不知道我刚刚继承一笔巨额遗产。我这样做让他当场傻眼。结婚纪念日的晚上，我和孟帆奢侈的吃了一顿自助火锅，喝了点酒，他红着脸点燃了一根烟。 表情让人琢磨不透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俩异口同声，一如往常地心有灵犀。你先说，我开口让他先说，大概也能猜到他要和我说什么事。他没推辞，深吸了一口烟，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。金阳，我们离婚吧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淡漠而疏离。 看着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我笑容渐渐凝固。这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场面，让我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已经到了嘴边的那句“我小爷爷留给我了一大笔遗产”，就那么噎在喉咙里，上不上下不下的，让人难受。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，甚至有点庆幸刚才自己没有嘴快。前阵子接到公证处电话。 说我从小被卖掉的小爷爷，大费周章地找到我，指定要我在他百年后继承他的资产。我确实有个小爷爷，四五岁的时候被卖掉，我爷爷为了救他，还被人牙子打断了一条腿。但是现在他来找我，还要给我一大笔财产，这太离谱了吧！我本来是不信的，但公证处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联系我。 后来发展到我看到不认识的电话就直接挂断，直到派出所民警找到我，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。当初刚结婚，孟帆坚持创业，雄心勃勃的要干一番大事业，出人头地。可遇人不淑，被人骗了货物不说，还背上了一身债，两百多万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我父母双亡。 他虽父母健在，却全无能力帮忙，不拖累我们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努力。所以，我们孤立无援。那段时间，他痛苦消沉，几次想要轻生，都被我拦了下来。我从小吃的苦太多，习惯了，便也不怕再吃苦。欠了钱，慢慢还总能还完；但是命没了，可就真的没了。那时候，他常常红着眼睛问我：“要不咱们离婚吧？” 我对你的承诺，这辈子怕是都不能实现了。我拒绝了。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，受尽了白眼和奚落，没感受过什么人间温情。只有孟帆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，我便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。我觉得这世上所有的困苦都不足以压垮我，只要两颗心永远紧贴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。 见我那么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，孟帆逐渐振作起来，不仅找了一份脚踏实地的工作，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想办法赚钱。结婚这七年里，我们一起摆过地摊，送过外卖，开过滴滴，干过跑腿，没买过三位数的衣服，没吃过像样的馆子。头发长了就自己剪，他笑我说我的手艺是野兽风格。 但七年下来也练得有模有样，我们也不敢要孩子，不敢把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拖入到这无边的劳苦中。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挣钱，想尽一切办法省钱。他会一脸懊悔地说：“是他拖累了我。”会捧着我粗糙的手，默默掉眼泪。他也会把兰州拉面里薄如蝉翼的牛肉都挑给我，自己嗦着白面条吃得一脸幸福。 冬天会将我冰凉的手脚塞进自己衣服里，冻得自己直吸冷气；夏天也会在我汗流浃背的时候，狠心买上一根冰棒给我惊喜，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等我有钱了，就怎么怎么样。”后面可以随意按场景搭配合适的话语，但我从来没怀疑过他的诚意。毕竟一起在苦日子里熬着。 任凭是谁，都会对美好生活产生一些向往的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实在不忍心再拖累你。飘远的思绪被孟帆拉回来，我默不作声地拨弄着手机，落在孟帆眼里就变成了我伤心的模样。见我半晌不说话，他叹了口气，起身准备离开，迈出一步又停下。家里的债务我一个人带走，存款。他顿了一下，说道。 存款一人一半吧，我也要吃饭，就这样吧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还在看手机，这破手机卡的，过了这么半天，电子邮箱页面才登上去。看着我即将要继承的资产清单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真傻，真的，这么多钱，我差一点就要和他分享了，真的就差一点，他就将攀上一个真正的富婆了，真可惜。 孟帆烦闷地抓了抓头发，纠结的眼神又突然变得笃定。就下周一吧，快刀斩乱麻。这样的日子多过一天，对咱俩都是煎熬。他确实太煎熬了。八百万奖金的彩票抓在手里，却不敢兑奖，他能不煎熬吗？我嘴角浮起一抹冷笑。我真的要感谢这八百万，让我看清了一个渣男。下周一不行。 我用最快的速度接受了眼前人的变心，然后平静的拒绝他。小爷爷病重，想要尽快见我一面。我本来是想带孟帆一起去的，但是现在看来没有那个必要了。而且我也实在心有不甘，有一种邪恶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疯狂叫嚣，拖着他，折磨他，让他每天都活在担心中。 看看他为了钱到底能做出什么下作的事情。我为了感情和他过了七年苦日子，他有钱以后的第一件事却是迫不及待的要把我踢掉。那我过去的七年算什么？扶贫吗？自虐吗？他又是怎么看我的？是他还债路上的冤大头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想要从中看出点什么，却只看到冷漠和疏离。金阳。 你别这样，现在分开对咱们都好，你就不要再抓着不放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明知故问。他目光甚至都没有躲闪，神色自然的，就像是对着镜子演练了几百遍。没有，你怎么又开始瞎想？那我也很自然。下周一我真的有事。要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，看对方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。 有一点不对劲，都能看出来。这小半个月以来，我明显感觉到孟帆懈怠了。起因是我发现他微信步数骤然降低，天天占领封面的他，突然一连好几天全天步数不破千。要知道他在送外卖啊，从晚饭时间送到凌晨，这正常吗？回来以后也是手机不离手，问他在干什么。 他说玩免费的游戏，那两天正是我被公证处骚扰的烦不胜烦的时候，想找他吐吐槽，他却一副根本就不想搭理我的样子。女人的第六感让我感觉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于是趁他睡熟，我在他手机壳后面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张彩票。百度搜索栏里最新的几条记录是：中彩票了怎么花？中了彩票能说吗？ 彩票最长兑奖时间，怎么去兑奖最安全？我天真的以为他是想要给我一个惊喜。也正是同一天，我在民警同志的帮助下，证实了继承遗产的真实性。不管是中了彩票，还是天降遗产，我们以后都会是有钱人，都有着同样光明幸福的未来。算命的说，我们三十岁的那一年会时来运转。当初我还不信来着。 现在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算得准，我俩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有钱人。我似乎突然有了底气，人也就跟着懈怠了。就像跑一场万米比赛，如果一直坚持着，即使慢也可以勉强跑到终点；但是，一旦停下来，想再跑起来可就难了。我休息了两天，狠狠爱上了那种不用拼命的感觉。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把这泼天的富贵与他分享。往后我们就躺平做咸鱼，再也不用过苦哈哈、紧巴巴的日子了。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分享我的快乐，他就要跟我离婚了。那么坚持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中了八百万这件事，我心里酸涩的发苦，一种铺天盖地的悲凉几乎要将我淹没。 原来我心甘情愿的和他共苦，他却丝毫不想与我同甘。这七年我到底图什么？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孟帆以为我是舍不得他，非常耐心的跟我分析利弊，告诉我和他离婚以后会多么多么好，继续过这样的日子会一眼望不到头。他的嘴一张一合，絮絮叨叨，说出来的却没有一句是他真正的目的。 手机发出破锣一样的声音，那是无数次磕碰外加几次进水导致的。因为修修还能凑合用，就一直没舍得换新的。进来的是条信息，是公证机构发来的办理流程通知，让我尽快提供证明材料。如果材料验证没有问题，随时都可以办理资产过户事宜。我没有继续在孟帆身上浪费时间，打了一辆车赶回住处。 曾经，他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，让自小缺爱的我体会到了被关爱的感觉。作为代价，我付出一点辛苦也无所谓。可现在，他因为钱放弃了陪他吃苦的我，那我也可以果断的及时止损，潇洒转身退出这场游戏。后半夜，孟帆也回来了，酒气熏天，混杂着呕吐物令人作呕的气味，一回家就倒头大睡。 我轻手轻脚地过去，想拿过他压在枕头下的手机，没想到手指刚刚碰到手机的边缘，孟帆就像受惊的豹子，猛然睁开双眼，铁钳一般的大手死死攥住我的手腕。“你干什么？”我连连呼痛，“充电啊！你不是说睡前让我帮你充电吗？”他手指渐渐松开，把枕头又往自己那边拢了拢。“不用了。” 以后都不用了，都要离婚了，不用这样装贤惠。这是我对她的一次试探，也是我们撕破脸的开端。一连几天忙忙碌碌，我一鼓作气的办完了所有的继承手续，心情无比舒畅。我每天都会抽时间去看看小爷爷，他情况还好，只是积劳成疾，医生让他静养，所以他很急切的想把手里的工作尽快转交给我。 我这边忙得热火朝天，孟帆却肉眼可见地一天比一天焦躁。孟帆没有放弃他原本的工作，毕竟他前不久刚刚升职加薪。但是他不再做兼职，下了班就回家打游戏，要不就是出去找乐子。喝了酒回来就坐天坐地，当着我的面把家里又打又砸，几次想对我动手，都被我早就准备好的防狼电棍给吓退。 我知道他是在逼我离婚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。对我在做什么，他一无所知，也似乎毫不关心。闹了几次没什么效果之后，孟帆开始不回家，沉寂已久的朋友圈开始出现暧昧的痕迹，倒真的不催着我离婚了。吃甜品，逛公园，配出的文字腻得发库儿，用尽半生的运气，终于遇见你。当然了，他是屏蔽了我的。 但还是有认识的人不小心看到，然后告诉了我。照片看似是在拍甜品，可在构图的一角，无意间露出拿着叉子的半只手。那手真美啊！即使只有半只，即使看不真切，也能感受到那手白皙修长、精致的美甲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璀璨的光。应该很贵吧？一想到贵，我愣怔了一下。 然后自嘲地笑笑，以前那样装修精致的美甲店，我看都不敢多看，生怕招待小姐姐看到会请我进去。我就像一个窃美的小偷，想看又不敢光明正大的看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决定下次面对他们的时候，争取更坦然自信一点。毕竟曾经再怎么贵的东西，现在也不贵了。告诉我的是隔壁的租户。 一对情侣中的女孩叫姚雅静，因为我最近天天回家，她自然知道和孟帆出去的不是我。杨姐，孟哥一定是不记得加过我的微信，才忘了屏蔽我。这条朋友圈就连我男朋友都看不见呢。你可一定要多留个心眼，他这是要出问题了。何止是要，是已经出问题了。我苦笑着谢过他。 一言不发的掏钥匙开门，他轻轻拉住我的胳膊，略微迟疑。本来我男朋友是不让我说的，不让我多管闲事。但是我们都是女孩，发现这样的事，我做不到不告诉你。姐姐，这样的男人还是趁早扔了吧，垃圾不能要啊。我转身抱了抱他，告诉他我早就不是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了。姐姐，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？ 他以为我要委曲求全，看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实际上，我还有后半句没说出来。我不是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了，我要报仇。一个月后，房子合同到期，我和房东说不租了，打算搬走。当天，孟帆就赶了回来，换了新手机、新手表、西装、西裤、皮鞋，擦得锃亮，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。他站在那里。 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语气中透着焦躁和不耐烦。你到底想闹到什么时候？看吧，这男人多会倒打一耙。明明是他在搞事情，逼我离婚，让他这么一说，反倒成了我的错。我已经收拾了许多东西，大包小包堆在地上，都没空抬眼看他。小爷爷留给我的财产里有一处非常好的房子，隐于闹市中的独门小院。 看着不起眼，实际上却是寸土寸金。距离我新工作的地方虽远，但是交通方便，地铁直达，还不容易被熟人发现。我打算搬到那里去，然后默默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富婆。和美女约会开心吗？我平静的开口。他愣了一下，却没有否认。你都知道了，普通朋友而已。啧啧啧。 我表情浮夸地嘲笑他，用尽半生的运气才遇见一个普通朋友，那你的运气可真够差的。蹲久了腿有点麻，我顺势席地而坐，也方便看看他的反应。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明白，一脸茫然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莫名其妙。金阳，你这样闹有什么用呢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买的彩票中奖了，八百万。 但我不想和你分，彩票已经交给了我的父母兑奖，奖金也存在了他们的名下。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子，放在他们那里我放心。如果你痛快和我离婚，我可以稍微补偿你一下，也算是弥补一下这些年我对你的愧疚。但你如果非拖着不离，我也没什么怕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闹得太过不好看的。我望着他。 很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惊讶于他的坦诚。我喃喃低语：“算命的说我们三十岁会时来运转。”他立刻纠正：“是我，不是我们，是我的三十岁会时来运转。”彩票是我买的，你又没帮我选号，凭什么来分我的钱？大概是认为这样做无懈可击吧。他对自己内心的丑恶并没有丝毫掩饰。行吧，我同意了。 我拿过他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用脚踩着一脚，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扔给他。他赶紧捡起来，仔细收进怀里，诧异地问道：“你就不谈谈条件？”我冷笑：“谈什么？谈你根本就不配当个人吗？”过了许久，他才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我不知道他对不起的是什么，是我七年的辛苦吗？ 还是觉得我被他抛弃了，像一条可怜的丧家犬。一想到这些，我情绪就有点低落，吓得我赶紧转换思维，憧憬一下我搬进带着花园露台的小别墅后，腰缠万贯的小富婆的生活。很快，我心情就好了许多，甚至还哼起了歌。我约了搬家公司，一会儿就来搬家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，那边什么都有。 这一个月，我刚刚按照自己的喜好收拾过。我无所谓的样子，似乎让孟帆很意外。在我示意他挡着我的路了的时候，他突然拉住我说：“金阳，你好像一点都不难过。”他探究的看着我，目光在我脸上来回审视，似乎是想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最后发现找不到的时候，他顿悟了：“你变心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了别的男人。” 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搬出去和他一起住了。我嫌弃的拨开他的手，开始整理第二只箱子。他还在不依不饶的问，仿佛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。男人真是种奇怪的生物，明明想离婚的是他，变心的也是他，可看到我如此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，他又好像自己吃了多大亏一样，似乎只有让我痛哭流涕的哀求他。 挽留他，他才会在厌烦中生出一点得意，然后像一个胜利者一样给我一点施舍。如果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那他也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。我没告诉他我为什么不难过，我怕说了他会开心，会在甜言蜜语的哄骗我，而他很清楚缺爱的我最脆弱的所在。现在他的所作所为。 就是在给我的脆弱安装铠甲，每一片都正合要害，将我武装到无懈可击。其实我也难过过，但想通了也就不难过了。我为了他已经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他背叛我了，我还要为他难过，这好不公平。过了许久，他没等到想要的答复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也好，现在离婚也算合了你的心意，我就说吧。” 千算万算，我也算计不过你，最后还是被你摆了一道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咱们就去把婚离了吧。我没有拒绝。在去民政局的路上，他梦一般的喃喃自语：“金阳，你得体谅我，我真的是穷怕了。这样抠抠搜搜的日子，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这些道理你都懂。如果换作是你。” 你也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的。这么多年，他的声音没什么变化。恍惚中，我似乎又听到那个男人带着哭腔哀求：“医生，求求你救救他！他还能看见东西吗？你把我的眼睛换给他，我宁可自己瞎。”那时候，我们刚开始还债不久，我过度劳累，在路上晕倒，被送到医院以后，眼睛就看不见了。 医生说，是因为头部撞击导致的短暂失明，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恢复。但他还是恨不得把自己的眼镜换给我。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一时间成为医院的笑料。大家看到我们就会笑着打趣：“那个要给老婆换眼的好男人来了，朝哪边磕头？能遇到这样的男人呢？”每当这时候，他都会害羞的挠头，急坏了吗？我也不懂啊。 而我则任由一股火热在内心膨胀，坚信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离婚还有三十天的冷静期，我不想冷静，已经够冷静的了。他也不想冷静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直接起诉吧，会快一点。我提议。他愣了一下，脸上浮起一抹鄙夷的神色。你连这个都咨询过，看来你早就想离婚了。 那还假惺惺的装可怜做什么？谁装可怜了？我只是不想再装穷罢了。起诉、调解、意见统一、离婚，一切都顺利的出乎意料。仅仅用了七天，我们就拿到那本印着银色字体的小本本。我没啥感觉，可孟帆的心里应该是如释重负的。他饶有兴味地指着不远处：“要不我送你吧。” 正好坐坐我的新车，那是一辆最新款的奥迪，六七十万的价格是他的梦中情车。以前他曾说过，一定要带我坐着他的新车兜风，打开天窗，让我在这座城市最宽阔的马路上拥抱最和煦的风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在他真的做到了。可能是捕捉到我有点愣怔的眼神，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得意。不敢买太贵的。 总不好太张扬。我们老板开的才是一辆奥迪 A8，走吧，送你回家。我说不了，他硬要拉着我坐。打开导航，我让他跟着导航走就行。他惬意地将自己安置在主驾位置上，然后又以一种带着土包子见世面的姿态，向我介绍着这部高级车里的各种功能。他的视线来回在我脸上逡巡。 试图捕捉到我艳羡的表情，也是富贵不还乡，就如锦衣夜行。如果说向谁炫耀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，那一定是见过他所有落魄的我。婚内买车，你不怕我分走一半？分不走，我爸妈出资的，一看票据就能看出来。我们不再说话，实在话不投机。道路开始拥堵起来，到了中心区。 堵车是必然的，知道距离没有多远以后，孟帆开口带上了一点酸。租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你找的这个男人有点实力呀、啊。不过跟我比起来还是不行。我马上就要买房子了，以后都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了。你呀、啊，他有点恨铁不成钢，又带着点过来人指点后辈的口吻。你也三十岁了，不能一直租房子住吧？ 还是要努力买套房子，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。随着他好心的劝谏，汽车驶入了隐匿于闹市中的一小片别墅区。那里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小街，在喧嚣的都市中独享着一方宁静。孟帆脸色变了变，看向我的目光中已经带上了不确定的小心。你住在这里？据我所知，这里没有出租房，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。 我老板在这边就有一套房，前几年我还过来送过一次东西。我淡淡的哦了一声，示意他停下，然后随手从包里抽出几张钞票扔给他。我到家了，你回去吧。也不知是我幻听了还是什么，总感觉那辆车过了好久才走。不得不说，小爷爷的资产真多，住宅、商铺不说，就是企业和工厂都够我看许多天的了。 到了最后一家，也是最大的一家，小爷爷本想亲自送我过去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您不是说现在公司管理有问题吗？不如我先来个微服私访，有些事情高层看不到，换个角度可就不一定了。三天以后，我作为实习生进入了大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惊讶的发现姚雅静也在。看到我，她有了那么一瞬间的不自在。 但是转瞬即逝，杨姐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她穿着一身鹅黄色长裙，更衬得身材修长纤细，只是那微微隆起的小腹显得有些突兀。无名指上一颗平平无奇的素圈戒指，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忍不住好奇，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她神色有些不自然，尴尬的用右手去挡。 但我还是看到了指尖的那颗痣，曾经我在某一张照片上见到过。就前些时候，前些时候，他眼神躲闪，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咱们做邻居好几年，你忘了告诉我，怎么小张也忘了？我得找他兴师问罪去。我假装气鼓鼓的就要打电话，姚雅静慌忙拦住了我：“别，不是他。” 看着周遭没人注意，他把我拉到了茶水间，再转身，俨然另一副神情。金阳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这来是干嘛的。既然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纠缠孟帆干什么？他现在是我的老公，你知道你这样叫什么吗？这叫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，叫之三当三。我斜靠在茶水台上。 玩味似的，眼神上下打量着她。嗯，看起来有四个月了吧？是你前男友的？那这事儿孟帆知道吗？还是说这个孩子就是孟帆的？你还没和小张分手的时候，就和孟帆勾搭到一起了？姚雅静显然被我的逻辑搅晕了，她指着我的鼻子，气得满脸通红，指尖都在颤抖。这孩子就是孟帆的。我和小张早就分手了。 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哦！我恍然大悟。可那时候我和孟帆还没离婚，你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。那这三当三的到底是谁呀？不等他说话，我又抢先一步。不对呀、啊，那时候你和小张也还没分手吧？哎呀，那你这身份可就复杂了。这三当三不说，还出轨劈腿，啧啧啧，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。 我对他一阵恭维，气得他脸色发紫，伸手就要打我，手到半空又突然停下。他嘴角噙着冷笑：“你别以为到了这里就万事大吉了，这不还没转正呢吗？你就等着滚蛋吧！”他骄傲地转身离去，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当初在小爷爷的资产清单里看到这家公司时，我就非常意外。 竟然是孟帆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公司，这样的事属实巧合到可以写进小说了。我一直在处理其他事情，而对家公司避而不见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孟帆。于公来说，如果他是一个优秀，或者即使只是个称职的员工，我都不能对他带有偏见。但是于私，我做不到。 这样的纠结让我一直逃避接手这家公司，直到我内心建设的足够强大，可以面对以往那些不堪。没想到刚来第一天，竟然就见到了一张老面孔，他的存在让我一直以来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。正在我打算好好打入基层内部，了解一下公司运营情况的时候，我发现整个写字间的人都开始刻意回避我。 他们对我窃窃私语，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鄙夷，避我如同洪水猛兽，甚至什么工作都不交给我，问就是没有，问就是不需要我做。我被孤立了一整天。傍晚的时候要填工作小结、日小结那一栏，我思忖许久，也只能先空着。如此这般，一连好几天，末了还是一个保洁大姨看不下去，偷偷告诉我。 姚雅静是采购部孟主管的表妹，孟主管又是董事长亲自提拔的年轻人，谁敢小瞧他？姚雅静什么时候成了孟帆的表妹了？难得有个人肯跟我八卦，我祭出我捧哏的灵魂，忽悠着他继续往下说。真的呀，还有这事儿，千真万确呀、啊，公司里都传遍了。你刚来不知道吧？咱们董事长原本不姓郑。 他是被卖到这里来的，现在岁数大了，又无儿无女，就一门心思想找到自己原来的家人。你看那个孟帆，工作能力一点不出彩，在采购那块干了那么多年都没出什么成绩，而且据说他还克扣采购资金，吃回扣。就这样，董事长还专门过问提拔了他。你想想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什么？ 说明这个孟帆不一般啊！现在好多人都在传，这个孟帆说不定就是董事长找到的自家人，要不然怎么会连总经理都对他客客气气的？他说完这话，沈氏的眼光开始上上下下打量我，可我怎么看着那眼光中多少带着点鄙夷和可惜。好在大姨那颗八卦的心已经被我充分调动，不用我拱火，他就继续主动往下说。 再说说你，你挺好一小姑娘，干啥不好？非要给人当小三？你说你给一个快死的老头子当小三，能捞到什么好处？你这孩子想不明白呀、啊！啊，大姨这话真是给我雷了个外焦里嫩，再也淡定不了。你说我给谁当小三？大姨皱眉，姨父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你不要想瞒我的架势。给董事长啊！ 你看看，连我都知道了。微博上有人发了你进董事长别墅的视频，连门都是自己开的。啧啧啧，没想到董事长都快活不长了，还能金屋藏娇呢。你也是，图他啥呀？我简直被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这是谁干的？不难猜出来。我忍无可忍，直接找到孟帆兴师问罪。 可孟发一脸懵逼，说：“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你知道我从来不玩微博，那个东西怎么发我都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虽然知道你跟我老板搞在了一起，但我没必要把你发到网上去吧？你毕竟是我前妻，让人知道我前妻踹了我，给一个老头子当小三，我脸上很好看吗？”不得不说，他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。 他从来不玩微博这件事，我也是知道的。从那条博文的手法上来看，号虽然是新的，但手一定是老的。我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不是你，那就是姚雅静了。那视频一看就是你送我那天拍的。”孟帆的脸色开始阴沉起来，淡漠的目光开始变得阴鸷。金阳，我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。 你为了接近我，跑来这里上班不说，还这么污蔑小静。你以为在我这里说她的坏话，我就会重新回到你身边吗？你想多了，不可能的。他缓缓的摇头，又似乎是回忆起了什么美好的事情，让他的脸上浮现出梦幻一般的神情。小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、善良又隐忍的女孩子了。她和你不一样，你有主见，有能力。 他却什么都要依靠我，就连家里进了一只苍蝇，他都要等着我来打。他不嫌弃我穷，义无反顾的和我在一起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中彩票的事，你信吗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温和的女孩子。她和你的感觉不一样，她让我有一种被需要、被依赖的感觉，而你只会让我时刻记得自己是个需要女人帮着还债的废物。所以，真的，你走吧。 你在这里会让小静难过的，别再白费力气了。咱们不可能了，别等我出手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我在这个公司还算有点面子，我甚至都不用找徐总，只要和人事那边说一声，你就得乖乖卷铺盖滚蛋。不过咱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没必要做的那么难看。我有些不解，如果说别人对孟帆的身份是瞎猜，那他自己哪来的自信？ 除非你到底送了多少钱？要不公司怎么可能录用高中都没毕业还怀着孕的姚雅静？以前孟帆就主张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他的职位多年不能晋升，都是没钱送礼的缘故。但这次他否定了我，徐总赏识我，我只是试探性的请他帮个忙，他居然痛痛快快的就为我办了。 你说我是不是时来运转了？金阳，其实你真的不忘我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就投资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然后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还债，生活一片暗无天日。可自从和小静在一起后，没过多久我就升职，然后中彩票，紧接着就发现她怀孕。你说我的运气是不是都让你耽误了？所以你真的不要怪我。 我不能再让你在我身边了，你害我已经害得够多了。他低声打了一个电话，很快便有人事告知我试用不合格，不予录用。真是比圣旨还快。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被赶出公司的笑话。小三人人痛恨，如果是顶头领导的小三，那就更乐意看一场不要钱的好戏了。我对着自己办公桌发呆。 犹豫着要不要表明身份的时候，小奶奶来了。她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，并不喜欢来公司这种地方。她的出现让公司里立刻炸开了锅，聚集到我身上的眼神又骤然多了起来。不会吧，这是正式抓小三的戏码吗？豪门恩怨，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？看这小三还怎么得瑟？董事长不行了。 董事长夫人怎么可能让他得意啊？这还不得新账老账一块算？快别说了，他来了。小奶奶七十多岁，一头银色短发烫的卷曲蓬松，可能是众人的目光让她有点不舒服。她径直走到我身边，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快别难过了。说罢她，她又转头向着大家，未于脸鲜红。 今天我来是传达董事长的一个决定，辞退采购部的孟帆。这话一出，全体哗然，就连平时接触不到的总经理也完全不能淡定。孟帆兢兢业业，辞退他究竟是因为什么理由？如果没有正当原因，怕是会对咱们公司的名誉不利。小奶奶轻轻抚摸着我的头顶，望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慈爱。 因为他对不住这孩子，这下大家更摸不着头脑了。刚反应过来的孟帆气急败坏的挤过人群，冲到前面，举着的手机屏幕里正播放着我走进别墅大门的视频。凭什么辞退我？这个女人她才有问题。他急慌慌的解释：“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，他是董事长包养的情人。” 您那套平时不住的别墅，现在就是他在住着。董事长不行了，想安排好自己的情人，您可千万别被骗了。众目睽睽下，他一口一个情人，一句一个包养，本来暗地里八卦的消息，被他这样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，我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。小奶奶本来就文静不善言辞，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？ 一张原本白皙的脸颊逐渐涨红，胸口剧烈起伏起来，看着吓人。总经理见了，立刻把孟帆隔到了一边，自己当和事佬。说来说去，也无非就是给孟帆说好话，贬低我，损斥我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快要失去靠山的第三者，没有任何威胁他的能力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起身挡在了小奶奶前面，徐总。 你到底收了孟帆多少钱？要为他这么颠倒黑白？徐文达被我戳破了窗户纸，脸上更是青红一阵，但到底多年积淀下来的威严还在，在场的人都不敢当面表现出来。他神色逐渐恢复，语重心长地答复我：“你还小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你不懂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咱们这家公司虽然是正董的，但马上就不是正董的了。” 这个孟帆现在虽然算不上什么，可你不能小瞧他，以后这家公司可少不了他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已经够明白的了，可我还嫌不够明白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都说明白，也省得大家猜来猜去。徐文达的视线在小奶奶脸上扫来扫去，似是在探看她的态度。小奶奶不闻不问，甚至闭上眼睛，根本不再理睬。行。 那今天我索性就都告诉大家，反正新老板继任也就是这几天的事。人群开始喧闹起来，徐文达示意大家安静。其实新老板不是孟帆，但也和孟帆差不多了，是孟帆的夫人。据说前阵子所有的继承手续都已经办完了，现在咱们公司在法律上已经属于这位新老板了。当初这件事儿还是董事长。 亲自问我的，我才知道原来孟帆的夫人就是董事长原本的家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孟帆再继续当一个普通职员就不合适了。于是董事长示意我给他升职加薪。没有董事长的首肯，其中的缘由我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，以至于出现了许多不实传言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后面发生的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 所以，我不是颠倒黑白，我是实事求是，站在真理那边而已。这话由总经理说出来，可信度有多大，可想而知。本来还抱有一丝看热闹心态的人，也都火速站队，开启了一边倒讨伐我的征程。听他们聒噪够了，吵闹声渐渐低沉下去的时候，我果断开口：“说够了吗？说够了，能不能让我说一句？” 众人静谧无声，似乎都在好奇我会说什么。徐经理，我叫住他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徐文达不可一世道：“我一个总经理，为什么要知道你一个实习生的名字啊？”那你知道孟帆的夫人叫什么名字吗？那当然知道，叫金阳，多好听的名字。他说出“金阳”两个字的时候。 脸上甚至都不自觉带上了谄媚的表情，比对孟帆更甚。这话一出，在场的窃窃私语声和倒吸凉气声再也压不下去。徐文达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有些疑惑，摸不着头脑。我拿起刚刚摘下来的工牌，笑望着他：“那么就请徐总看看，我叫什么名字？”徐文达不可一世的目光敛去，他眯着眼睛看。 似是看不清，又走近了几步，接过工牌，目不转睛的看，看看工牌，又看看我，眼底逐渐弥漫出震惊和不敢相信。我笑道：“徐总，没人告诉你我和孟帆早就离婚了吗？我小爷爷可从来没说过要把公司交给这位柔柔弱弱的姚雅静小姐呀、啊。”徐文达面如死灰，孟帆比他更厉害，面如死人。 一直没说话的小奶奶突然拨通了手机连线，我帮她投在了大屏幕上。小爷爷正插着氧气管，半躺在那里。金阳是我侄孙女，也是我指定的唯一继承人。今天连线见大家一面，就是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董事会已经开过了，相关的手续和备案也都做完了。金阳现在就是你们名正言顺的老板，你们对他要像。 对我一样，不要欺负她，是一个小姑娘。她要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，不用再来问我的意见。至于孟帆，他闭了闭眼，似是呼吸困难一样，深深喘了几口。太让我失望了，太失望了。那些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金阳怕我担心，竟然一直都没告诉我。我的主张是辞退他，具体怎么做还是看金阳的吧。一切的抉择权都在他。 行了，我也累了，老婆子，你回来吧，别耽误孩子工作了。挂断视频，小奶奶拍拍我的手，好孩子，以后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了。我和你小爷爷过一天算一天，也该享享清福了。送走了小奶奶，偌大的写字间里鸦雀无声，一片死一般的沉寂。行了，我清清嗓子，都该干嘛干嘛吧。 人群乖觉地散去，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，兢兢业业。只有孟帆呆立在那里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徐文达几次想要和我搭话，我都没给他机会。最后，我坐到小爷爷曾经的位置上时，他还是探头探脑地进来了，一脸谄媚：“金董，以后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，我在这里十几年了，对公司比对我自己家都熟。” 那你还是先回去，好好熟悉熟悉自己的家吧。我并不想和他多说，挥手示意他离开。一个将阿谀谄媚、溜须拍马信奉为工作信条的人，反正我是不敢用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一个总经理尚且如此，手下的人能好的了才怪。解决了徐文达，然后就是孟帆，我根本就没再见他，而是直接发了辞退信。 并让公司法务追究他过去克扣采购资金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孟帆还收到了重新划分婚内财产的法院传票。起初，我只是怕孟帆对我不利，在出租房里装了一个监控，以防万一。没想到，竟然录下了他让父母领奖转移财产的证据，真是个意外惊喜。终于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，该是我的钱一分。 都休想让我放弃！孟帆和姚雅静同时在公司消失，我并没有辞退姚雅静，只是没了孟帆这个所谓的靠山在，在他的能力根本就不足以支撑起在公司的工作，更不要说他平时不可一世的高贵模样，让人不满已久。那天我回别墅，没让司机送，而是从地铁站溜溜达达的出来。 刚打开院门，突然一股大力将我推进了门内，紧接着大门关上，一张脸清晰的对在了我的面前。金阳，你竟然这样耍我！你明明有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咱们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吗？孟帆双眸猩红，胡子拉碴，头发凌乱打结，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洗的模样。 我动了动被钳住的双肩，你先把我放开，我不放，除非你答应和我复婚。他自顾自的表白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我就是一时没想明白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只要你愿意和我复婚，我所有的钱都可以给你。真的，金阳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他深情的叹了一句，低头就要向我吻来，突然大门从外面打开。 两个带着防爆武器的警察，直接一个风驰电掣，就把孟帆按在了地上。我揉揉被他抓痛了的肩膀，照着他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。呸！垃圾玩意儿！你不知道这样的富人区都有自动报警系统吗？从派出所出来，孟帆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。工作丢了，奖金没了，还要赔克扣公司的采购经费。 有钱的富婆前妻也拒绝和他复婚，说他现在是雪上加霜都是轻的。他一整个失魂落魄，犹如一具行尸走肉。可走着走着，不知道又想到了哪里，又突然笑起来，仿佛又找到了什么人生的快意。就算我什么都没了，我还有小静，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，我们可以白手起家，没钱怕什么？ 又不是没过过苦日子，小静和你不一样，她会无条件支持我、鼓励我。对，有小静，有她就够了。他又哭又笑的回到自己新买的房子，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，哪里还有姚雅静的影子？只有一封信放在那里，他甚至连当面说的勇气都没有。孟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颤抖着手打开了那封信。 姚雅静写道：“孟哥，我走了，请不要找我。肚子里的孩子我打掉了，因为不是你的。也许和你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不过就是两个人互相利用罢了。我承认那时候小张对我好，他把我当成他的女神，对我百依百顺。但是他穷啊，天天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我想买只像样的包他都拿不出钱。” 这样的男人，就算他对我再好，又有什么用？后来我无意间发现，你看我的眼神不对劲。只要我稍微示意，你就会赶着贴上来。只要我说几句好话，我想要的东西就能从你那里得到。衣服、包包、首饰、化妆品，我想要的这些东西，似乎只需要付出几句恭维。我发现你很享受这种感觉。我越是依赖你，你越是得意。 那我也不介意陪你演戏。后来你和杨姐吵架，和我开了几次房。我无意间发现你中了彩票的事，八百万啊！那可是八百万，你竟然一个字都没说。那时候我已经怀上了孩子，算算时间，应该是小张的。但我突然就想让这个孩子是你的。我甩了小张，开始专心攻克你。可你离婚离得真墨迹。 我肚子越大就越瞒不住，月份越大打胎就越危险，我不敢再等了。于是我偷拿了你的手机，发了一条仅对我可见的朋友圈，然后截图去向杨姐告状。果然，你们很快就离婚了。你也听话的，以最快的速度和我结婚，然后把我介绍到你的公司实习。我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，终于可以着手打胎的时候。 金阳突然来了，起初我以为他是为你来的，我还用你偷拍的那段视频发了微博。可谁能想到，他居然就是董事长找的那个继承人！你丢了工作不说，彩票的奖金也要分他一半，房子和车都是你婚前出全资买的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白忙一场，什么都没捞到，还白白丢了一个真心对我好的男朋友。 你说我图啥呢？我曾和杨姐说过垃圾不能要，没想到我自己竟成了捡垃圾的人。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对你的崇拜和依赖都是假的，都是为了钱罢了。离婚手续我也不想办了，实在不愿意见你。等到两年以后，我会起诉离婚。就这样吧，垃圾。孟帆瘫坐在地上，那封长长的信散落在地上。 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都不通，姚雅静彻底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。一月之后，案子的判决下来了，八百万奖金除去缴税和婚内共同债务，剩余了差不多六百万。但是这六百万里，孟帆买车七十万，买房二百万，其他林林总总乱七八糟，他自己的三百万竟花的所剩无几。强制分割给我三百万以后。 他又变成了穷光蛋。突然，他又想到一种光明的可能，兴冲冲地要求法院立案。金阳婚内继承资产，理应由我一半。但法院直接驳回了，人家清清楚楚地指定了继承人。即使是婚姻存续期间内继承，那所有的资产也都只属于金阳一个人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场官司你不用打。 根本没有胜诉的可能。碰了钉子的孟帆依旧不死心，又跑来求我，把我堵在了写字楼的大厅里。金阳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那三百万你就别要了呗。要不公司的赔款不要了也行，那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？我站在保安身后，浑身的警觉细胞飙到最高值。公司不是我自己的，你损害的是所有股东的权益。 我无权替他们豁免你。至于那三百万，不是你的，你还想尽办法要霸占，那本应是我的，我为什么不要？挺大个人了，别太天真。我在保安的护送下进了电梯，只留下孟帆无能狂怒。你怎么一有钱就变得这么狠心？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？我叹了口气，无奈的拿起了手机，告诉公司法务。 那个案子盯紧点，都这么久了，怎么也没个结果？被我这么一催，果然管用。也不知法务用了什么手段，没过几天直接开庭。孟帆侵占公司财产，除了赔付侵占款项以外，他还荣获三年六个月的免费饭票。孟帆拿不出来钱来赔，结果就是他新买的房子被强制法拍，赔付了公司的款项。 而孟帆也将在高墙里踩着吱呀吱呀的缝纫机，思考他这时来运转的三十岁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。